从小跟柿子就保持一段距离，因为它的颜色很鲜艳，可是摸起来很软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吃。之后我看到了硬柿子，这让我很好奇，同样的一个水果竟然有软硬之分。等到我长大以后看到柿饼，让我更好奇，原本鲜艳的柿子变成暗褐色的柿饼，外面又布满了白霜，它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咬了一口，哇，竟然是这么甜这么香。从此以后我爱上了柿子。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坚持自然农法栽培的甜柿。一把春秋大刀在廖乃发手中耍得虎虎生风。从小学习国术的他，在丰原开了十多年的国术馆，除了拥有损伤推拿整复师的执照外，更是国家级的国术教练。在多年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，廖乃发惊觉饮食的重要性，也开始有了务农的念头。开国术馆啊，就经常碰到有一些肿瘤啦，就是我一个师弟，他爸爸就是也是得了癌症，他爸爸那时候要过世的时候跟他讲说，这个农不要做了，接触那个农药对自己不好。921大地震之后，廖来发在东市买了一片山坡地开始耕作，在一次因缘际会里开启了他的有机栽种之路。当初来这里买这块地以后，他这个地已经荒废差不多有五六年了。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些杂草很多嘛，他就开始处理杂草，后来就开始种有机的。他隔壁这些邻居啊，看到就讲说：“哎，你是这样，你是小孩子在玩呐、啊？啊，你这样种怎么种得起来啊？没有喷洒农药，你水果种得起来吗？”啊。买地之后，廖乃发开始种植甜柿和其他蔬菜。甜柿对于气候的适应性较为敏感，首先生育期间需要日照充足，另外在发育初期如果碰到连续阴雨就会容易落果。到了发育后期，温度要在16到23度之间，而且日夜温差要在9度以上，否则果皮无法转色，果实小，品质就差。那我们现在要摘，我们就用这个，从这个空隙看，啊，像这样看，它里面还是绿绿的，啊，绿绿的，这个就不能采，啊，不能采，我们就留着哈，是不能采，我们就留着。这样的特性，廖来发开玩笑的说，种甜柿真的是看天吃饭。啊，像这一颗我们看，哦，它红了嘛，啊。我们就可以拆开看到这个红了。除了甜厚以外，病虫害多更是甜柿栽种上令农民头痛的地方。坚持自然农法，不施洒任何化学肥料的廖来发，更是比别人多了一份辛苦。螳螂它是属于益虫嘛，啊，它会吃一些害虫嘛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都会把它保留下来。病虫害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自然生态，就这样的保护起来。廖来发认为，土壤健康，病虫害就少，甜柿也就长得好。在细心的环境富裕下，廖来发的甜柿园陆续有交客到来。像立秀园哦，现在也都蛮多了，还有画眉，哦，之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他们这里喷洒农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看到那个画眉。啊，我来了以后，就经过差不多3年以后，就有渐渐有那个画眉鸟接近。
为了控制田氏的熟成时间，一般农民会使用除草剂或是荷尔蒙来协助，这样在每年十月的采收期时，只要花一到两次的功夫就可以采收完毕。但是对廖来发来说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澳门有机的不是两三天要损一次，两三天就要损一次，每次损就是要一直看哪里有红的就摘，绿的就留下来，所以我们有机的采收比较麻烦。为了让落果率降低，有的农民会在田氏之上环科，刺激植物的求生机制。但是廖来发认为这样子并不好。个人的感觉就是说，你不没有环科，我试了两三年了，还是一样，结果率还是，因为你环科以后，它这个果树已经被你破坏了，破坏了以后它的寿命比较短，那就等于受伤了。经过五六年的摸索后，廖来发的辛苦开始有了回报。当问到廖来发，难道这么辛苦的过程中没有让他感到沮丧过吗？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我就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想啊，种有机的啊，收成又不怎么好啊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就在无形中听到那个正言法师啊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。当然哈，有两种搞模型，但是我听了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两个教不能信啊？我就听了，他说佛教啊、基督教什么教都可以信啊，只有计较啊、计较啊、阿个比较这两行模型。后来我听了，这个蛮有道理的。后来想一想说，啊，对了，我们靠天吃饭嘛，今天要感谢老天爷啊。赏这个饭给我们吃，我们不要破坏地球。正言法师讲的，不要计较，我就想，对啊，我们就不要去计较说成多少嘛，做得高高兴兴就好。廖来发说，刚来的时候，曾经有附近的农民知道他是开国术馆，而且种田事时又不撒农药，觉得他只是来种好玩的。十多年过去了。廖来发的田氏园的确越来越好玩了，枝头果实甜美，林间生意盎然。他说，每当看到有人满足地吃着他的田氏时，他就更坚定自己的步伐。他要把比较留给吃田氏的人，至于自己，只要做就对了。田氏的风土适应性比较狭窄，低海拔地区不适合栽种，而高海拔地区又怕山坡地太陡，会土石流失，而且高海拔地区的山坡地日照不足，浓雾太多，生长缓慢。像这么强调适地适种的田氏，我们老祖先是怎么运用的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老祖先的智慧。性味是甘涩寒，所以它是甘涩的药，所以它也是我们刚刚说它当然也有顾到我们的脾胃，那它性味寒，所以它有清热除烦、生津止渴，还有润燥止咳的作用，所以呢它可以运用在我们讲如果体内有胃火，你容易口干舌燥啊，因为它有生津止渴，它有生津止渴的作用，所以口干舌燥或是嘴巴破口臭，那牙龈肿胀出血，这些长痘痘这些胃火很旺的症状的话，还可以多吃这个柿子。那另外呢，它有润肺跟润肺止咳的作用，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肺燥的咳嗽，你可以多吃柿子。但是要提到这个肺燥咳嗽，就是说如果咳嗽是属于这种比较是干咳，或者说你有痰，但是那个痰是很黄很黏，咳不太出来的这种咳，然后伴随像是喉咙痛啦，或是有点轻微的发热，这种是属于偏燥偏热的这种咳嗽，这时候可以多吃柿子。那在唐代的这个《本草拾遗》其实有提到说，就是饮酒食红蟹，令人
易醉或心痛欲死，哈，他讲的就是就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啦，但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柿子它其实可以有帮助酒精吸收的作用，所以如果你喝了酒又吃了柿子的话呢，就很容易醉，哈，那所谓的心痛欲死应该是醉得更严重啦，哈，好，所以就注意就是酒后不要吃柿子。柿子因为它含有一种叫单宁酸，所以呢它就是会和体内的这个食物中的铁结合，所以它会阻碍我们这个身体对于铁的利用跟吸收，所以有贫血的人我们不要吃太多，好，但是还是可以吃，但是量不要一次吃太多，其实是 OK 的。好，那柿子来说，因为它是有清热，好，它有清热润肺有润燥的作用，所以我们本身容易现代人因为压力大容易上火的话，可以多吃柿子是有帮助的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柿子它可以止胃热跟口干，可是像这样的水果怎么拿来做菜，尤其是要做创意的西式料理，这个当然要有请我们的阿祝师。你好。阿祝师你好。你今天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料理？我们今天用柿子来做水果塔。 OK， 好。 OK， 那我们馅料有需要就是柿子，柿子好，那鸡蛋、糖、鲜奶油、胡桃干，这个是 mascarpone cheese。mascarpone cheese 主要就是做提拉米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 cheese， 它属于乳清型的 cheese， 其实相当好吃，你可以偷吃一下。很清淡，很清淡。对对对。但它有甜，是因为加糖的吗？没有，它做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带来一点清淡的甜味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先把 cheese 啊，不是这个柿子，柿子的不是 cheese， 我们把它稍微切，我们把它稍微处理一下，好。先切的，如果怕水分太多，如果我们拿那个硬柿子可以吗？可以，也是可以，对对对对对。去皮的话，其实大家去皮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把先切成这个样子，是，然后刀子把它贴着，轻轻的把它切过去，皮就下来了。是，好。我们现在先煎过，会不会破坏它营养素？还我们稍微把它煎一下而已，所以不影响吗？不太影响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柿子里头它营养成分还蛮高的，然后维生素 A 跟 C 啊，这些养颜美容都可以用的。像现在这个是也不用捣碎，不用干嘛，就是对，直接把它稍微煎一下，我们弄一点奶油，奶油就煎，弄一点奶油，不用非常多，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它不用锅也不用太热，就它稍微过一下，稍微过一下而已。在煎的同时呢，我们来把其他的东西调好一下。像你说这个 cheese， 是的，它是牛奶制成的，那为什么要加鲜奶？其实不要让它那么浓而已啊，不，主要是味道啦，就是我让它稀一点，我不要让它那么浓稠。对。然后呢，糖，白糖，能用白糖吗？你要用二砂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麻烦你帮我先把它搅一下。搅一搅呢，等下再帮我加一半的鲜奶油进去。像这样的配料里头，你就知道它还有蛋白质，非常丰富的蛋白。是的，还有钙，有牛奶就会有钙。那有简单的做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要切那么大块，我们可以把它切丁也可以。对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等于是饭做的甜点，对，它是一个甜点，而且它要吃冰的，吃冰的，它要吃冰的，对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它就其实这样就还蛮好吃的，你可以自己再偷吃一下。应该还蛮好吃的，好，对。然后帮我打一颗蛋，也把它搅散，对。颜色稍微又变了一下了，是的，加了蛋之后又稍微变了一下。我们的水果煎过之后，其实会更好吃，很香，我先闻到这个香味。这个很，所以像国外的苹果塔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都先煎过，那煎过以后它的味道会跟生的不太一样，会更甜，就更好吃。对，那这个只要稍微煎就好而已了，你不用煎到非常的，就它表皮有一点点颜色，没错，这样就够了。
这会再去烤过吗？对对对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烤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面呢还得，我们还要添加它一些味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加一点点的盐巴，一小撮盐巴提味。好，一小撮盐巴。这个是肉豆蔻。肉豆蔻。好，这个是丁香，这是丁香粉跟肉豆蔻粉。那如果各位观众家里面没这个东西，可以不要加。但是加了之后，其实它会提升它的层次。是，嘿，这个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多，所以呢，加一小撮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胡桃干放进来。OK。其实你加一些那些什么，就是干果类都可以嘛。对，干果类也可以，没错没错。好，这个东西我们就先放到边边。OK。好。那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现在来做我们的塔皮。那塔皮的主要材料就是面粉，面粉好，然后奶油跟蛋。那因为今天我们做甜的，所以我会有糖。OK。我们在做菜有一个比例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塔皮的话，你的面粉、油，油就是奶油，还有你的水，水就是我们今天用蛋来代替的比例，大概会是3:2:1，非常好记。面粉3:2的油，然后一份的水。做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点，好，你的奶油要是冰的，你最好手都是冰，它才会酥脆。可你已经打在一起，还要去烤？对，但是呢，你在做的过程中，你在完成它之前，它最好都是冰的。然后把，其实看很简单哦，如果阿忠是不讲，你还真的难以想象说，哦，原来真的要做出好吃的面皮，你手要降温，要去冰在冰水里面再拿出来，差不多就会打成像这样的样子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把糖跟蛋加进去。真的还是要有学问的，不知道以为要和面皮哦，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在擀饺子皮，有没有做包子皮？没想到完全不同，那烤起来不就会很扎实？好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所以现在底部放一些面粉是怕它粘在底下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会稍微适度的作为一点修整，比如你太湿了，你可以多加一点面粉。是，好。那如果你觉得太干，你可以再加一点液体进去，因为现在刚揉好的面团太软，不好擀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冰一下。对，这个饼皮我们吃起来要脆，我不要像那个馒头一样吃起来这样很 Q 的，所以呢，我不需要揉，而且温度要低，它才不容易出筋。我们把它等一下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，大概冷藏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操作了。OK， 这时候冰好，你就觉得它。硬硬的，它饼，嗯，拿出来，放一点面粉在上面。OK， 我要把它擀得更大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模子，这就是20公分的模子。了解。那我们这个模子，你看一下里面，好像已经有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这个模子我们在用的时候，我会先上一层奶油，然后铺一层面粉，是，这样子它才不容易粘在上面。了解。这个面皮才不容易粘在上面。除了奶油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油？你可以用一般的油就可以。一般的油，你只是要让它粘在上面。好，差不多擀了差不多大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模子里面去。我觉得比较大。比较大没关系，一定要稍微大一点点。那各位在家里，如果就像我这样子破掉，其实你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你只要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。譬如说。我们有破洞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可以用把它缝起来。OK。像这个，你看这个就很丑，也没有关系啦。这有破洞的地方，它就会把它补起来。我们把刚才的馅料，我们把它摆到里面去，这样就可以，然后就可以进烤箱了。当然，烤的时候我们要先那个烤箱要先预热。很多人在家里想说烤东西，就直接摆进去，哎，它不摆进去，然后开温度，这样子温度还要升上来，它的你烤起来就不会像那个照片里的场景这么好。我们先倒一些进去，把起司先倒进去。对，先倒一些。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柿子，依照你喜欢的方式，把它摆到里面去。其实如果喜欢吃柿子，可以多摆一点，买一点没关系。当然没有问题，当然没有问题的。哇，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啊。可是如果你到外面去吃，你看他们在做那些甜点，感觉一直想让它走出来。其实透过阿忠吃，你就发现，其
就是面粉的比例3:2:1嘛，对，3:2:1，然后机器会过2分钟，然后把那些 cheese 带回来，加点奶油打一打，这样就好了。快，对，好，那摆完之后，我们把剩下的倒进去。如果说我把这些干果类为了好看，你先把这些器子摆上去之后，我再把干果丢上去也 OK 吗？也 OK， 这没有关系。在家做东西，其实，你自己觉得，好看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就把它拿到烤箱里面去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几分钟？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，大家等待吧。其实，柿子啊，它要种植柿子不是那么的容易。因为我从资料上看，它必须要在海拔800到1200公尺的这个山坡地，而且温度必须要在18到23度，而且温差还要9度才会温度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要吃有机的，那难度更高，但是一定要吃有机的。一般我们要做西式的水果，不太能洗得太，水分不能太多嘛，不能洗得太厉害，所以会怕农药残留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建议吃有机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烤好。可以享用了 ，OK，OK， okay. Okay. 哇，烤好了呢，这不是只有烤好而已，它已经冰好了。对，我的妈！我刚才阿祖是烤箱去哪里买？烤了30分钟拿出来是冰的，但是你烤完之后要冷却。对，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甜点，是，所以这是吃冰的，是，所以你烤完之后把它冷却之后放冰箱，隔天再吃。冰箱是你指的是冷藏还是冷藏？冷藏就可以了。那当然这样就已经可以吃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为了增添好看，好，那我会建议大家上面撒一点糖粉，再撒糖粉，对，撒一点糖粉，其实主要是为了美观。你用这个筛子就会平均嘛？对，是的。那像我自己比较怕胖，我会做热量控制，还有什么？那连可以连撒都不用撒，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方式你是非常非常奢侈的，就是你可以去买柿霜。哦，对不对？光有柿霜这就珍贵了。柿霜就是那个柿饼，外面不是一层白白的吗？小时候我以为它发霉了，为什么大人老是发霉的东西？长大以后才说，原来它在我们的中药材中是非常名贵，它可以止咳润肺的。没错，好，像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脱模，然后拿出来吃，好，切了就可以吃。哇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就把它切了。现在要为你们介绍一道在法国不曾见的法国甜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名称呢？叫做甜柿起司塔。OK， 起司塔，因为在国外看不到柿子嘛，对，所以很特别。法术是把我们台湾的这个当季的水果，那融进法国的风味。这跟一般其实可以不一样啊，它的其实比较软，软的，对，口感厚，用的 cheese 也不一样，我们用 mascarpone， 一般 cheesecake 是用 cream cheese， 它比较硬，那这个很软，很硬，哇，好特别，柿子里头还有汁哎，对，因为没有真的把它烤到全干掉，哇，我现在觉得很幸福，我知道你们一定没办法感受我的感受。因为你们看得到，可是吃不到，就自己在家里烤一个就吃到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下次要叫阿柱吃，动作放慢一点，他说一动你就做一动。那我们在下一集预告说，跟你讲，下次我们要做什么料理，你把食材准备好，要什么器具，就跟着做就好。那这样那个节目主角就是我了，啊？那这样你就没有通告费了？还是有啊，在旁边讲话还是通告费，怎么会没有呢？